电源线、手套、消声器、小黄铲、铝管、酒精瓶、气管，这些是我们免费配送的。液氮头，这个是要单买的。下面给大家开始演示一下安装视频。电源线，消声器，装在消声器，气管，装在压力，把这个螺丝轻轻的带紧，第二条气管，第二条气管接液氮，也是把螺丝轻轻的带紧。下面我给大家演示装这个铝管，这根铝管装在这个接口，把它放进去，用手把它轻轻的把它带紧，带紧以后，液氮的管子能上螺丝的这个头，把它插进去，螺丝轻轻用手把它带紧，压力的这一头装在这个快接，装在快接插进去。OK， 可以。连接液氮，把这个黑色盖子把它拿出来，放在上面，把这个管子插进去，把它摁下去。两只手按到这里，轻轻的把这个螺丝把它锁紧，锁个三四圈。OK。先把后面的电源总开关打开，再把前面的这个开关打开，开始工作。把测一下这个显示屏，现在开机，大家看一下。好的，看看 OK， 先用刀片把下面轻轻拿一个口出来，这样便于卡片能插得进去。好，可以。把屏放在上面，大概动个40秒左右，盖子可以盖上去。这个是拆机片，把它当中绞开，打上502，把它粘起来，加长，便于操作。
用刀片开个口，轻轻的插进去，顺着一边，很快很轻松拿掉，很快很轻松拿掉。现在给大家测一下，把手套取下来，稍等一下，等它这个霜降一下才可以开始测剂。它上面有水，它会接触不好。好的啊。